新工具《延禧攻略》去年爆红，还拿下 Google 热搜年度冠军。这回番外篇《金枝玉叶》31号正式上线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傻？紫禁城不论对错，只论输赢。女星王鹤润扮演乾隆和魏璎珞的亲女儿昭华，遇见尔晴儿子福康安的故事。剧中也有吴谨言和聂远的老年装扮，一生来维系着满蒙情谊。额娘，我这桩婚事真有这么重要？就连昭华爱的人是我，你爱上了谁？他是在爱我。吴谨言身份转成母亲，帮女儿选择女婿，教女儿追男觅昭，让粉丝们相当期待。尤其在大陆禁播将近一年半，现在终于要播出。制作人于正也在微博上兴奋地贴出多张剧照，写说12月31号全集上线。另外，古装剧的大明风华也是近期讨论度极高的夯剧。我奉命杀了你！哎，等等，我有遗言。你成亲了吗？没有。这也是女星汤唯首次主演古装剧，只是一播出就被网友嫌演技差。镜头汤唯挤不出眼泪，时常没有表情，网友酸看不懂演技在哪里，造型也被嫌实在不适合。真如高兴不高兴？你平日里用了什么样的铁的？汤唯相隔12年回归小荧幕，因此坦诚自己就像菜鸟一样，完全是新人状态。不过自己也下了不少功夫，除了查阅历史资料，还特别去北京故宫与明史学家聊天，体验古代人物的起居饮食。但在剧中呈现出来的感觉，比起真实还是差得太远，因此虚心接受网友的批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奉命。